各位伙伴大家好，哇，相信九月份大家非常的忙碌，因为现在由你做主的特别挑战让整个市场，台湾的市场在九月份活络起来，许多的领导人都觉得一天24小时都不够用。我看到许多的领导人在生活馆或者在线上不断的在帮助我们的事业代表，希望在九月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成长，这就是我们公司给各位所加的一个燃料，这就是我们的火箭的油，就成如我们国际部资深副总裁 Jack 孟广杰所说的，我们给各位的油就是火箭的油。接下来我们十月份火箭的油来了，我们即将推出的就是飞跃自我，勇往不国的我们前进越南那个挑战方案。哇，各位一定觉得很兴奋对不对？就好像我们2022年要前进首尔一样，有许多的伙伴在这挑战过程当中进阶一样，今年2023年我们前进越南也是一样，要许多伙伴一起来进阶。那大家很兴奋的问，怎样可以去呢？非常的简单，我们这次改为计分的方式，我们推荐一位优惠顾客就得到一分，发展一位轻推的总监或总监三就可以得到3分，所以呢，只要能够得到12分，就会一人成型；得到16分，就2人成型。而且资格就是在挑战期间要完成总监三以上就可以成型。各位是不是觉得很简单？这个方案有助于我们整个事业发展，并和我们这个 Take Control 就现在由你做主的方案连接在一起。我们可以在第4季有一个很好的成长，并且连接跨到2024年的3月份。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机会，让我们一起前进越南，我们一起 Go！